我们在米兰喽。这是一个像个 food court 一样的，哇！但是里面特别长，不知道能看得出来吗？欧洲的这个意大利甜品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诱人。如果你来米兰，可以在这个中央火车站这条小小的这条街里面使劲吃一顿，什么都有。这是把甜品做成了艺术品。它的肉好像都是有熏过、烟熏过的吧？应接不暇。现在是米兰的这个中央公园吧？细节方面对比罗马还是缺失了很多。但是，米兰大教堂 Duomo di Milano 弥补了一切缺失。米兰大教堂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哥特式建筑之一，也是意大利的文化遗产之一。它建于公元1386年，耗费了数百年的时间才最终完成。米兰大教堂的内部装饰也非常精美，充满了宗教艺术的色彩。其中最著名的是《最后的审判》壁画，描绘了上帝对人类的审判。迫不及待进去瞅瞅了吧？这里就是进去的大门了。屏住呼吸，不敢多话了。这是世界第二最大教堂，对吗？世界第二大教堂。这个有楼上吗？如果你来到米兰大教堂，不要错过顶层的观景台，在这里你可以俯瞰整个米兰市区的美景，感受到宗教艺术的魅力和建筑艺术的精湛。下面我们要从这个口进去，上电梯跑到他们这个大教堂的楼上，从电梯里出来，就这样吧。哦，这就是屋顶。
好多人。逛完还是必须接着走，米兰大教堂旁边就是埃马努埃莱二世长廊，这里便是败家妹妹们的扫货天堂。当然，全世界穿搭博主们也争先恐后的来打卡报道，以此来彰显自己走在世界时尚前沿。好吧，这一切跟我们无关，就安静地跟我们一起凑个热闹吧。